今天回家了，自从嫁过来黄家以后，就是妈妈也给我绣了非常多漂亮的苗族衣服，我也亲手给妈妈设计了一款苗族的纯银的复古耳环，今天呢我要送给妈妈。妈妈是一个特别心灵手巧苗家的这个传统的我们的苗族阿姨，她穿的衣服都是她自己纯手工绣制的，也重新设计了一个配她的这种传统的衣服。戴的时候这两个卷卷的是我们传统的戴法呢，就是从后往前戴，你把它侧轻轻的这样掰一下，留一个一厘米左右的空间，一卡就卡进去了。像我们妈妈一辈，她刚好是大耳洞嘛，大耳洞的话戴这种的话就刚刚好。银子是我们身体健康的晴雨表，如果说银子发亮的话身体很健康，银子发暗发黑就表明身体最近什么慢性病或者感冒发烧，如果说你想要把它变亮的话，用牙膏就可以把它擦洗亮了，这样戴上就可以了。我们的妈妈被从小到大都没怎么拍过照片，现在还风华正茂，很漂亮的时候给我们拍一组漂亮的美照。